之中。对对对，嗯，应该说是在我们在开场点球，目前是1-0的比分，领先上海绿地申花。球摆渡一下，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。后排还有机会，刘彬彬分到了右路，张驰第一下没有许边的进攻，又是从边路把球解围出去。郝俊敏，佩莱分到了左边，传的有一些小，尼古拉他们没有踢正部位，结果呢有一个弹地减缓了球速，王大雷把球给抱住，想人球分过，尼古拉把球。莫雷诺啊，这个球尼古拉佩特科维奇的防守还是很稳健的。哦，对，他们几个前场球员确实技术好，对，猛烈的。申花队两名球员把这个球给合围下来，快速推进，发动进攻。哦，有莫雷诺这个球传的传响。吴永春，吉祥，哎，这脚传得好，哎，李志超，胳膊也很拼，对，不行了，自己一个人靠速度生吃，啊，无奈防守队员人数是足够多呀，这个场上的空间，对，两边动作其实都受这个。这应该是个犯规球哈。今天在左边路，宋龙的防守非常好，到了禁区内，头球的解围。这一次的拼抢，再抢下来找佩莱的头上，没有机会。右脚开到了禁区内，中路头球攻门，真的是很拼。右脚再传，头球点下来，西塞能不能拿到皮球？没有截弧成功，龙还在右边呢，而且是在半场附近，又是这样的大范围的转移，后卫上的非常靠前，左路的宋龙也是如此，禁区内。
能也有所下降，防守可能会精力不集中情况下，能不能抢到机会？哦，刚才这一下，这个，来看看这次传球，太多，对，传中，守门员的，禁区里面摔倒了，摔了。禁区里面好球，有所突破是吧？这一球，呜呼，又进了，好远！尼古拉显得有些形单影只了。河南小伙张璐之前在河南建业，确实有些捉襟见肘，看看没有机会了。今天啊，山东鲁能泰山队其实就是想利用佩莱这个支点，而整陷入了一定的体能的恢复期，分到了。